娘亲，乖女，你只脚做咩啊？我喺山上受伤，系几位大师救咗我。啊，几位大师，多谢你哋救咗我乖女，真系唔知点样报答你哋先至好啊！夫人，你严重啦。请坐。好，请坐。嚟，大师，请坐。去备茶同水果啦。系夫人。嗯，几位大师。先用啲茶点同水果，揸菜好快就到。哇！咁我唔客气啦。全部都系妖精嚟噶。唔系话一日可以打一次妖精嘅咩？娘亲，衰人啊！大师，佢杀咗人啊！嚟得正好啊！住手啊！师傅讲过嘢要算数啊！你做咩啊？大师兄，查清咗啲先好。全部都是人嚟嘅喎，听唔听到啊？全部人嚟噶，边有咁多妖怪啊？嗰班妖精系先害死呢啲人，之后再上佢哋身噶嘛？咁家阵我让开未啊？唔得，哎呀！我命令你立刻停手，分帮手会帮手了。师傅啊，帮大师兄就没问题，如果帮完师兄，我就不可以陪你，我直接去西天的了。顶住顶住，八戒你冇事啊嘛？妖怪停手！哎呀，师傅佢要杀我啊！停手！哎呀，师傅嗰只妖怪嚟噶，等我收入咗先算啦。命还不灵啊你，我要你头痛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真系对你唔住。师傅啊，老夫人早就死咗噶啦，系只妖精附体啫嘛。不过只妖精早就走咗啦。住口！畜生，你睇下，遍地尸骸，都系富余之辈，都系你个畜生所杀嘅。你作孽啊，师父啊，是你看不到妖精而已，我都没办法的。你看，你是什么来的？真的以为香蕉啊？尸骨来的。这些是你的掩眼法，我不再相信你说的话。不相信是吧？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刚才是西瓜，而家都系西瓜，食俾我睇。好。哎呀，咪鬼食啦！你睇你啊，咬到牙都崩啦。你哋系用法术变硬嘅，而家为师唔会再相信你讲嘅说话噶啦。啊，极品啊，极品啊！呢个咩人嚟噶？你杀咗好过啦！哎呀，我哋出家人唔会开杀戒，但系我会令你痛苦。唔好。师父啊，求下你啊，师父！我问你，刚才喺丫鬟同家丁同埋老夫人求你嘅时候，你有冇放过佢哋啊？喂，师父，我真系保护你啫，你唔系咁都唔信我系嘛？我信，我相信我亲眼所见嘅事。你唔信我，咁我点样帮你斩魔灭妖，一路护送你上西天取经啊？如果生灵涂炭才可以上西天的话，
我相信佛祖都不会给真经给我。悟空，你走了。你不要后悔啊。我绝不后悔。不如我哋从头嚟过。你拎头啊，畜生！你冥顽不灵，为师驯服你唔到，你甘心情愿做只凶残嘅畜生，我唔留你，从今斩断师徒关系，你走啊！啊哈哈哈哈，这个好笑啊，原来师傅他才说难听的。